中西餐厅完全实境大对决，王子开场就拆台，双方互扇火药味十足。请取，我们所有的食材都在桌上。我可以去吗？我也可以去。水应该可以撤掉。如果是在主厨设计的话。双方心机出招不停，阿基师太弱自然好着呢。这应该不。阿基师，你觉得理想的蛋叔是长什么样子的？可以，他碰碰就摸。阿基师说今天不想聊。炸鸡排跟炸鸡卷不太一样。卷跟排怎么会一样？熟成度。顾名思义也知道啊。有提醒啊。有提醒啊。哦。阿基师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可以再说一次。鸡卷跟鸡排不一样。吴秉辰师傅姜是老的辣，输赢没在怕。他们姐妹到目前为止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和谐。只要古雄不讲话，都还蛮稳。其实要接的东西真的好多。是因为他真的压力来了。对，真的被拉两票。对你又来我们这一组了。你说完下顺便打扫一下哦，看你下次要不要比较。欢迎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，中西餐厅完全实力大对决。欢迎观众朋友在每天晚上七点钟准时在三立都会台30频道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。不得了，今天有个好戏，听说要来庆功啊！哎呦，听说第一集竟然有几百万人收看，吓死人了！欢迎吴月琴、蔡汉臣、邱正义，欢迎三位。复活，知道他的那个剧名的副标题啊，遇见你的第一这一秒，下一秒就是失去你的第一秒。天哪，好难过，伤心了吧？是为什么会这样讲？因为我多活一天，你就会少活一天，我们是有生命共同体的感觉。这是一个诅咒吧？对，就是一个诅咒。我们就想说，这个过程中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开，所以就剧情就慢慢的发展下去。那在这里面，吴月琴跟蔡汉臣演的角色是我在里面饰演是一个法务长，那是法务长，对，法务长，那是邱胜翊的这个高中同学。蔡汉臣演什么呢？我在里面演的是保镖小米，对，然后他是保镖 boss， 对，他是我的 boss。我在戏里有一个保镖公司，然后他是我们的属下。哦，女保镖，女保镖，然后我们要负责保护法务部长。保镖为什么会有乡音呢？每个礼拜六晚上的10点就在台视频道，每个礼拜六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，隔天礼拜天的哦，它重播时间特别了。对。现在戏剧台晚上的8点，是的，礼拜天的8点，然后再隔一个半钟头，9点半再来综合连看，合台一个半小时播完连看，希望大家给他们三位支持，加油！加油！今天呢，你们要淌入一淌浑水啊！哇，扛棒已经做成这样子了，今天实际的不得了。Reality， 哇 ，Oh my god， 角色上升。西餐厅目前4颗星，4颗星，这边已经剩3颗，3颗星，5战3胜，基本上他们已经2-1听牌，完了，这个再输就完了。欢迎一下我们的中西主厨群呐，哎呦，他们一次联袂出场，欢迎大家，中西战主厨，拜，好，王后退，今天完全实现原因是因为比赛的人不知道，做的菜不晓得。所以代表有什么做什么，你知道我的角色，我最难为哦。邱正义，我操！你看今天哪个主厨出来 ？Man， 中餐的谁来应战？不要吴师傅啊，杰瑞，两个鲜肉主厨，对，往中间都没有。今天是 Mace 大战杰瑞，你们要选你们的二厨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这两位，好选哦。有一位很会摘星哦。真的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哪一边都会输。搞不好确定这样比较好。要，你有没有选对象？轻松点。请开牌。他的脸没错。对不起。开始了，道歉。让我试试看，是不是这单元不适合我嘛？奇怪。抽牌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呀。两位值班经理。对战组合，帮你问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王子拿手菜是什么？没有做菜。蔡汉臣拿手菜是
意大利面。哎呦，好像蛮厉害的哦，蒸拌面。都是面，不是自己发明味道吗？没有，泡蒸拌面。李英先选，我们选中间这位。蔡哲，前面两个是会吵架，真的假的？说不定要蹦出一个新的火花。蔡哲过来，好，来，我们来 base， 我们就选王子好了。哎呦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哎呦，太强，没有啊，太强了，你要讲让步了。吴月琪，你跟我一起主持了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接下来你所看到的全部都是实境表现，他们待会呢即将发生一切现在同时大家一起知道的事情，请公布。很紧张哎。番茄汤和炸鸡排，谁做的好吃，请就位。那我们这边可能会做比较单纯一点，就是一开始起锅，我们下去油，下去炒，可以炒，你这么说都可以。我们下去炒我们的葱白，要给它什么葱，把那个葱香炒出来，最后下我们的番茄块，去完皮之后切成块，然后再下番茄块。多芥末子这边把它对开，对，然后就是会比较对，哎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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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待会呢，两道番茄汤和炸鸡排，两个人二厨三厨，一个人做一道。哇！告诉我，番茄汤是谁做的？这边，我蔡韩晨。OK， 那你炸鸡？那炸鸡做鸡是吧？我做鸡。好，这边番茄汤谁做的？王子。好，哎呦，也是你做鸡。好，就是。番茄汤如果做的越久，炸鸡排的时间就越紧张，了解吗？这十分钟可以请经理帮忙两次，30秒。好哦，鸡汤先，准备，十分钟计时开始，请取。我们所有的食材都在桌上，我可以去吗？我也可以去，应该可以撤掉。如果你的主厨设计的。番茄汤的料是不是？对，你先拿回去。主厨回值班经理对战，值班经理如果今天菜单开太忙，开太难了，就很难表现了。哎呀，就是来，我们拿了，哎呀，先十字，我可以帮他拿盘子吗？可以，一道做完换一道。我那个王子叶面包也压扁了，随便切切就好。哦，挤满三次犯规就喊一个棒棒糖，好。要不要求救？可以求救吗？面包可以求救，可以求救。我们可以帮他开微波炉吗？不行，全部不行。太难想了，你不要假装听不懂口语，然后他中文不好。太严格了。明白，真的不要求救吗？这边他刀工不行啊。要救了哈！来，真的吗？代表，哇，集满三个就弹棒棒糖哈。经理帮帮。帮我啊！30秒计时开始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帅！不用那么多，一点点就够了。对啊，不用那么多。意见不一样啊！不能说可以讲话吧？番茄，番茄地头去掉就好了，然后随便切一切下去炒。感觉这道菜好像是你们两个设计的。其实哦，如果像设计菜又有菜哦，在旁边我们就比较安心一点。5秒。哦，这个菜的话，比较难。对。好，时间到。我先，好了，我们一起到这边来。你的花椒油是不是稍微少了一点？可以再加一点香油。而且我觉得有点怪怪的。对。为什么你做起来怪怪的这一道？第二道，为什么有吗？不会啊。你的番茄汤油放花椒油。哎呀，他之后要练那个。先是先做番茄汤。哎，所以你锅子要看一下。对。那个油还是少哎。我也觉得太少。你到底没有油可以用，你知道吗？五熊，要不要用这个？我觉得你们已经做错了。我觉得该拿起来的还是要拿起来。求救！赶快把它滤过去。这个不是番茄汤的吗？起来的时间。你也知道。这不是做番茄汤的，继续，你干嘛？为什么要做？这是我的，对不对？哎，
哦，我忘记了。这么荒谬，那是我的内道。不能这样子欺负自己的姐妹啊！那你用番茄，用番茄内道什么？哎，再来一个好不好？再来一个。那蔡澜成自己有记吗？我有记呀，我想说先炒蛋吗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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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要弄我好不好？这是我的鸡呀。韩晨，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都会没有信心了吧？这是新的锅子吗？新的，新的。我不管啊！我已经拿新的过来。不只是我觉得杰瑞要切那么小，你可能要来求救。然后你先想好，你等下怎么样快速三十秒把它讲完，好不好？那我番茄切完就开始来求救，怎么样？你不是要先炒蛋吗？那你先加油哈！不用加油，打久一点。所以说他会做，还不能讲哦。好，经理帮帮我。三十秒准备，计时开始。啊？你要干嘛？状况啊？那个锅子是热的，你用热的锅啊。对啊。他经理跟我们一样在做菜，怎么办？十秒不见了，没有。你讲一下，忘了。可能有两锅了。哦。不是，哎，赶快讲。赶快讲！这边炸弹叔，对，炸弹叔，他冷人怎么炸？对啊，等一下，你们把这个有没有？继续讲，弹叔炸到叔，然后把它拨开，拨散，一直拨，一直摇，然后把这是我们可以讲嘛？对不对？可以，可以。哎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，快点，一个，来一个，来来，一个就好，一个过去，一个过去。来，来，来，首先谁？这个等下把电炸箱拿出，然后冒泡泡，泡泡泡完之后再过滤，过滤完之后倒进去那一边，先倒，然后再放进微，好，懂吗？好。高汤，到我们没有拿高汤哎，你怎么会有蛋壳？就把它弄出来，对，好。哎，你在干嘛？没有，他没告嘛，你看错。你这样不行哦，没有这样翻哦。是这个黄牌，干嘛要扣分啊？贴贴，阿西是符合黄牌吧？对，要贴贴。这样应该行的吧？这样还要让它干，是不是？来，再放五分钟了，第一道都还没做完哦。番茄汤听说就快好了，来这边看，可以吗？可以加一点，再加一点啊！哎，不对，你加也不是你加，哎，拿回来，好，加，你问他，你问他，谁加？然后王子是左右看，一直加，一直加，放着，可以了。关火倒进来，九层塔撒上去。好，还有王子不错哎，不错哎，做完了。然后等一下还有面包丁，面包丁晚点再说啦。面包丁晚一点再做，最后再加。我刚听到了，一个番茄汤已经贴两张，哇，还有鸡啊！好，然后拿去前面，哎，快，我们先撤退，拿鸡排，拿鸡排，快点，快，鸡排，哇，好紧张哦！来隔壁，我们看隔壁。啊，这应该不错。阿西斯，你觉得理想的蛋酥是长什么样子的？可以，他碰碰又碰了。阿西斯今天不想聊。感觉我们有一点赢面，哇，壮观哦，漂亮，学不到，对，好，那是利友，蛋酥，盐巴、白胡椒，你们这也是没有勾芡的，是吧？鸡排没有没有，我们是鸡排要快哦，那个三分钟哪来得及呀？五兄要快哦，这边要再快，边倒边拨，五兄可以先对预备动作了嘛？我已经忘记怎么弄了耶 ！Oh my god！ 小心！我都在忙他了，我已经忙忘记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是要先切小黄瓜？对，切小黄瓜。来，材料，快点！去拿材料。来，我先拿到。天啊！我不可以。我们可以整理环境，我们可以整理环境。来，你先帮我整理一下了。好，那边准备鸡排，剩三分钟到隔壁走。破掉，因为我记得我上次做蓝带猪排的时候，把它变成皮包啊，变皮包，对，炸这么厚一点，我真的不会，这次不会了啦，这次变铂金包啊，可能是机车包，机车，你们不要这样子 ，OK？ 哇，这样旁边都会露出来哦，对啊，怎么办？求救，快，有时候就师傅开了，你就叫来救，师傅帮帮。经理帮帮我啊！好难呢。三十秒计时开始。卖错，要错上来。你们值班经理有喝酒是不是？没有，比较紧张一点而已。对，有。我要做卷，感觉用卷的，卷不好熟哦。然后两边两个西餐师傅在旁边那边摇头，再加哦，可以。可以，接下来还要拿去水煮。五秒，我们打微波吧。三、二、
哎呦，做法不一样。好，时间到。改做法了。是啊。特别。这时候主人现在考虑说，哎，那我就拿起来过三关吗？打微波。对啊，过三关啊，怎么了吗？哦。炸鸡排跟炸鸡卷是不太一样。卷跟排怎么会一样？不一样，熟成度。顾名思义也知道啊。有提醒啊。有提醒啊。哦。阿基师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可以再说一次。鸡卷跟鸡排不一样。鸡卷跟鸡排不一样。再说一次，我就要贴那个。要不要老是弄个陷阱给我往里头跳？我们小心做啊，各位。嗯。小心就来隔壁走。我们做一个比较有花椒味的鸡排。所以花椒已经练好了。对，太奇妙了啊！我刚刚搞混了，无意间就已经对我忘记了。你要知道，你只有三分钟，你的炸鸡来怎么搞啊？而且刚刚还没拍过嘛，对不对？拍谁？拍鸡啊！我觉得是拍，我觉得是拍谁啦？没有叫我要拍，对他没有叫我要拍，没有要拍，对我们没有要拍，非常的赶这个。十分钟一个人做完再做另外一道，哇，我觉得这个太紧绷了吼。可以的，武雄加油！先沾地瓜粉，你在铺粉吗？沾了地瓜粉之后呢，接下来下一个动作是来，经理帮帮我，30秒准备，计时那个阿白压，阿白压压，然后你那个椒麻鸡的酱，椒麻鸡的酱要做，做起来，好。杰瑞，杰瑞，这个嘛，椒麻鸡的，椒麻鸡，这个应该是没有。出来要再加，烧什么东西就好了。你给我另外一个水晶碗就好了。白醋还有柠檬汁，花椒，蒜头。你要啥？你要啥？花椒，花椒。来巧克力啊！花椒没有巧克力，花椒粉怎么有巧克力？花椒粉撒了，快快快，赶快酱油，酱油，白醋，鸡排要下一点蒜，鸡排还没下哎，要拉那个反潮一下，蒜，好，你等一下，要一点糖对不对？要反潮一下那个，好了，时间再厚一点，我们再下，哇，其实没有，你要吃一点厚一点再放，完了，完了，你这样没有帮到什么，吴月琴现在要糖好吗？我替他感到担心，担心，非常的担心。令人担忧，尤其这个时间真的太赶了。嗯，炸鸡排也有6分钟哦。鸡肉要熟透哎，你是鸡腿不是吗？没有，鸡胸很快，这很快。剩下最后的30秒，最后30秒来，可以，该做的都要做一做。赶快，全部最后30秒。啊，变排了，这边也来不及啊。文轩做酱，对，做蘑菇酱，对，做蘑菇酱。是做蘑菇哦，还有那个菌。你有加红葱头。哎，现场时间很像到喽，鸡排两边都没有完成，师傅待会不能协助，你们独立完成，好不好？好。师傅不能动手。好。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的严格哦。米奇，米奇，林米奇，来准备，准备全面实境，请就位。什么叫做完全实境啊？你们的鸡排都没有完成。对对，10分钟好难。你们刚才前面做那个汤就做了7、8分钟了，所以那鸡排是不可能完成的。一个人弄得太难了。你们这边还有些什么东西啊？酱料？什么都没有。你们还有酱料跟黄瓜嘛？对，黄瓜是好的。还没弄完。你们这边炸鸡排还有什么？我们要附酱，酱汁，然后但是也是酱汁，时间应该也不够。你只能够凭我们现在目前所看到的。对。然后猪排，鸡排可能没办法凭。这个比较奶，太可能浓郁。我们先从这边开始好了。好，好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来，请。啊！很会说话。甜的，怎么好？我觉得没酒味的，太淡了。蛮清甜的。来，再喝这边的。啊，我们等一下。哦，夹子夹。不好意思。这有烤过还是什么吗？烤过，有烤过，烤过。来，谢谢。哎，已经。哎呦，很西餐。对，你的让哦，因为我们是西餐，对。西餐。哦。颜色光牛，颜色很像是光牛。也不错。准备举牌，好刺激哦！第一阶段番茄汤和炸鸡排，两边的鸡排竟然在时间之内都没有完成，所以我们今天少了一个。既然如果有人鸡排完成了，搞不好不知道好不好吃就是赢的。
没有完成，因为他是完成任务，信心秒变的鸡排都没完成。就比番茄汤，目前获胜的是一、二、三举牌。阿基斯先说，这边的番茄汤呢，番茄味道非常足，而且淡淡的奶香呢，顶那个味蕾的时候，让我们在品着味的时候，它是垂涎欲滴啊，真的是好喝。这边呢，稍差，汤很淡，啊，您这边我想我们味蕾都不会差太远，对不对？阿丽家以外已经就五毕业了，阿兰家看注意看清了，稍显可惜。今天你们赢是赢在他们不好。对，好熟悉的介绍词。这个是在他们这个让人家太期待，可是到后来还变成一个菌菇蔬菜汤哦，它的主题不够明确，所以2-0暂时领先，恭喜恭喜。第二阶段指定食材挑战赛，你们有不能输的压力。目前西餐再次停牌，你们离胜利非常的近。OK， 准备指定食材挑战赛就位。指定食材挑战赛，待会儿赢的人先买菜。好，我们先出发。第二阶段，指定食材挑战，中西餐用这个题目。好，师傅，了解。好，你可以找个师傅帮忙一起，了解吗？从他们两个挑一个，待会救的时候也是两个一起下去救。好，准备到摊子上去，你要找谁帮忙？邱勇，邱勇，邱勇，因为关键时候。有人不能有沟通的障碍，关键时刻没有什么时间的，不能再说你说什么，真的对吧？所以我们四个人一起出发吗？一起出发，请到菜市场去买菜。OK， 四位请出发。OK， 边买边讨论。三分钟准备，可以讨论了，不要吵架啊！计时，等等，三分钟到了以后他们会回来。节瓜，这时候中餐不能小番茄，小番茄，你要红色双色的 ，OK。你要找谁帮忙？蘑菇还有什么？吴秉承师傅，看一下哦。那个，哦粉也要，也要，也要，都要，先递着。对，还有呢？算了。然后嘞？你要连拿三票才能逆转。西洋芹拿了吗？拿了。西芹，哎，西芹在哪里？来，西芹。哇！我拿了，我拿了，我拿了。培根来点香气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加在这里。主厨西餐厅准备要回来喽。好了吗？好，用得到吧？去啊！好，有。回家。好，那这样多少钱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好，不用钱。好，先不买了，是不是？秋高椅啊。买好了，买好了，一罐啊！因为根据路透社指出，我们的两边的市场和这边的料理台生意并不是同步的，所以我现在必须要说一个这边才能说的话。好，你们准备特训1分半钟的时间。好，好不好？我说的同时，他们会同时看到题目，准备哦。特训，特训1分半，来来来来来，你们要做的今天做的料理是。计时开始，好，准备，好，不免师傅请准备，加油，力挽狂澜，十万块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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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就一定要有蛋啊，你啊，要做什么？蛋料理，可以啊，可以做烧水用蛋，猪脚肉，以这边食材来讲，姜一定要的，好，三色蛋，三色，啊，三色，啊，红三色蛋，好，葱多一点，葱做的多，好，然后番茄直接。对切，一开四，哦一开四下去炒，豆瓣酱，切丁，哦切丁，全部都是做切丁，全部都切丁丁，会上去，花花，还有什么？丁花花，啊，辣椒，辣椒，好，一条好了，好，然后加一点花椒粉，好，花椒粉，调味的时候用，对，好了吗？都没了哈，还有什么东西要拿吗？走，好，好，够。嗯，对，这样子就好。等一下，来，小心，这个不要。你们都到这边来。三次的，来这边准备哦，1分半钟的特训，计时开始。来吧。好，来，这个蛋全下。嗯。两颗皮蛋全切细，全下。都切细。然后这个的话，两颗蛋黄取出来。嗯。取半颗的蛋白。切都切小丁，这个切小丁。像小沫沫那样嘛。对，这个进去这个里面。和在一起。他们要和在一起。一开四。一开四。记得一开四。一半。切丁，切丁，好，多大？全部都是切葱花，越细越好。好，葱白下来炒，好这个寿司部分，越细越好。这个最后下，好，这个帮我切香菜，帮我切末，好，拌到蛋里面去。好，蛋里面部分帮我们用点胡椒粉，然后米酒，白胡椒呢？白胡椒粉，米酒，好。
来来，寿司的部分，这进去炒香，姜进去炒香，蒜末没拿到是不是？对，没有拿到。好，没拿到就算了。来，这进去炒，这个进去炒，这油很多，所以这个到一半的量就好。一半的量。炒香之后，葱白进去，葱白进去之后，豆瓣酱，酱油、糖、胡椒粉、糖跟花椒，好，还好，就在前面，好，就这样走走。然后最后点这个调味，对，这个调味部分甜度用它。然后最后加这个，不够的话再这个不够的话再放糖就好。好，这个切末是最后撒进去的，跟这里的部分只撒进去。好，到时候好煎完之后一片之后，对不对？帮我对切，对切完之后，这里一个圆圈对切，这边下两刀。这一半之后帮我切成这样条状，排在中间。这一半也是一样切这样子。好，这一半就是淋美乃滋。另外这一半帮我寿司淋在这里，变双拼。哦，他懂吗？对对对，再等一下，等。好，时间到了，谢谢你。加酱油，在这里。两边分别把菜名报上来。好，准备了，带料理的名字去。好，来这边的菜名叫做什么？鱼香三色蛋。这边的菜名叫做西班牙肉酱复活烘蛋，是不是名字就赢一半了？不用复活了吧？要复活？不要不要，还要复活吗？是他们想复活，我们想复活，我们要死里复活，我们要二比零，应该是他们复活吧？应该是你们复活，他们是鱼香复活三色蛋。对对。十分钟，计时开了。先切，先切，我把这个水锅拿。往左边一点。刚刚我看的特训都你在讲的，其实搞了半天是不是？因为菜不是 Jerry 想的，因为他太慢了。实际就是快很准。漂亮，鱼香三色蛋，我觉得这三八怎么样？就是蛋的内容丰富化，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想法。哎，蔡仁成的刀工也是哦。所以其实，在备料的这个部分蛮重要的。他们前面到目前为止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和谐。只要虎雄不讲话，都还蛮稳。其实要记的东西真的好多。是因为他真的压力来了。对，真的被拉两票。对你又来我们这一组了。他如果真的话，下一场如果都没有把分数拉回来的话，真的我们中餐厅就是他们姐妹要关。你做完菜顺便打扫一下哦，因为我们下次要饼量比较。切得越细越好。对，时间是这样，八分钟。来到对面走走，来，对不起，应该不是用做的吧？单手打蛋。对对对。帅帅帅帅。人家都说胜不骄，败不馁啊，真的。低调低调低调。其实王子厨房也不是那么陌生的哈。看你做了一些基本动作。对，基本动作可以，但是我真的不太常做。我真的这一生中最常进厨房的就是在型男大主厨了，没了。每一次来都是。可是你的那就是个演员的特质啊，演什么像什么。哦。不见得是亲身经历，但是哦。我你打蛋也打得很帅啊，表现得很好。谢谢。还需要你帮忙吗？哎，别说啊，我们好多人都在这边学做菜。真的。才开始培养出做菜的兴趣的。我觉得你要不要有个热一个，先预热一个什么锅子还是什么？对啊，先把汤锅拿。因为现在不知道在水里。要，拿抹布，拿抹布。可以帮忙端过去吗？小心，我们要好要放锅子，拿换一个锅子，大的小的。这个就可以了。然后把里面擦干，开火。西班牙烘蛋，肉酱烘蛋是个什么概念呢 ？OK，Next， 单纯的一个西班牙蔬菜烘蛋，但是我们上面再放点肉酱去提它蛋本身的味道，让它有蔬菜，丰富它的肉酱。先炒这个羊菇，我备料备的这么好啊，卓文萱。炒一炒，然后再洋葱，哎，很稳哎，你个子都一样大，是不是？你备料备的很好哎，可以开店啊，增加这个什么？你全下了？对。太多了，对啊，什么？我们闲聊之下都加了，把它炒香，炒香好，它炒软了也会小了，然后这饭量还不顶大。这边把蘑菇、红萝卜丁、洋葱丁、西洋芹丁，还有西洋芹，好，待会要跟绞肉和在一起吗？这个部分我想要交给经理。好，让联手做一分钟的，所以待会是 Max 跟张秋勇啊。对，这道菜是 Max 开的，张秋勇开的。他们一起开的。
一般在坊间的 menu 上会就可以点到西班牙，肉酱烘蛋，是吧？不行，不行，烘蛋，烘蛋可以，没有肉酱烘蛋，肉酱可以点到，烘蛋可以点到，但是没有合在一起。你可以点两道把它合在一起。哎，他做的蛮好笑的，蛮好笑的，要付两次的钱。然后，对，主要还是中餐比较实际，对，比较踏实啊，分量又大，对，又好吃。没有那么暴力，我们爱台湾，是不是在绝境的人都喜欢这样讲话？我也求逆境，有些时间我们是逆境，但不是绝境。对，也有道理。来，剩下六分钟。她们姐妹自从和平相处之后，整个感觉好很多。嗯，因为 Jerry 在旁边监工。还有什么吗？是不是有什么锅子要先热了？锅子是在热的，或者有什么肉要煸了？还不，你那个蛋是几颗蛋呢？五六七，八颗，有八种蛋，八颗蛋，八种蛋，八颗蛋，我就知道三种蛋，三种八颗蛋，对对。然后很明显的是鸡蛋比较多吧？鸡蛋我有五颗，五颗，皮蛋两颗，对，然后还有那个咸蛋，咸蛋也是要剁碎吗？咸蛋蛋黄是两颗，然后蛋白就半颗。哦，怕太咸啊，怕太咸。因为外面还有一个寿司，所以要考虑到外面的寿司。这还有做寿司啊？哎，还有香酱，香酱，两个而已吧。好，就这样。那他们刚才忘了带这个大蒜，听说就不能补了。你个人觉得？没关系啦，因为那边是大蒜片的。你说这个菜，你说这个菜可以不用大蒜？烘蛋我用吗？你在讨论什么？没有，我在思考烘蛋要不要我用，还是要开煸肉好了。我们先煸肉好了。那换锅子吗？煸肉。求救！我们要先求救。锅子都热了吗？对，这是热的。只有一分钟哦。他最好做收尾比较好。锅子热了是不是？对。好，求你救！来救！来救！拿牌子。来，我先交代一下啊。等一下，你就负责鱼香这一段。OK 吗？他求了我。好，好苦笑。好，鱼香这一块，至少用一半。负责蛋的这一块。好，鱼香这个油要不要先测一下？哎，你们先帮我们倒一下。我来。两个油都倒出去。油都不要。对，都不要。不要。我们要，我们再自己取就好。好。这油还蛮热的。嗯，这个也倒了。对，一样。好。好的，好了吗？拿开。好了，好，我来准备。等一下。你们刚刚的那个牌子，求救牌已经叫过了，对不对？还没有。来一杯，请经理帮帮我。一分钟联手准备，计时开始。哦，加油！加油！这个其实没有要用烘的，有点油多一点下去煎就好。嗯，哦，因为你烘的话，它这个里面倒吃油会更柴。嗯，看懂没有？好。哦，我现在我直接会把这个里面把一直把它拌住。对。好，那蓬起来。嗯。好，有没有收成都进去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要不要交代？到时候的时候，你要赶快教他哦。这边我们先。然后到时候这边大家有点熟成的时候，炒完之后我们最后下的这个酱哦，调料是酱油，其实有点像咸蛋那样，煎要多少过来？对。然后加一些好加的时候，滑过来拿个汤匙给他，过来，好，然后就可以了。大概量多少？好像这样子。好，大概下两匙来下来。两匙下来，我直接了。目前我的时间就这样晃，这样晃。好。要到什么程度？还好到什么程度？已经可以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加点水进来，加一碗水，然后把它煮到浓。漂亮，没有问题啊。好，表面停手。我们先炒香再加什么？好不好？没炒香不要加。溢出来让第一点。还没炒香不要加。先炒香，先不要加。来，杰瑞请退。好，谢谢。辣椒准备调味，还有番茄跟葱花，请准备好的比例哦。来，准备走。剩下两分钟。好，叫，把盘子拿出来。牌子。我们已经炒了蔬菜，还有牛肉。不好意思，预备。预备，请。经理帮帮我。双经理准备。好，现在就负责肉酱。好，来。一分钟计时开了。哎呦。
那我这边可能没有办法到全熟，那我就是稍微搅拌，那我看有办法给它翻面，翻面以后你把cheese片铺在上面，盖，然后开小火去把它焖熟就好了。嗯，对。这锅子不好翻，太深了。真的啊啊啊！没关系，就用倒的吧。好。这两个到时候搭在一起的。嗯，不要放在一起在。因为蛋的部分可能它就比较单一一点，看你给你加一些蔬菜，然后加一点浓缩的酱汁，然后等一下翻是不是？对，要翻要翻。我们的。然后 cheese 铺上去焖熟，铺上去把它焖熟，对，开小火。啊，铺满，铺满，好。来，双主厨停手。那我现在继续炒吧，炒。铺满，盖子。这个可实劲了，今天的精彩，今天内容非常精彩。好刺激哦！真的很刺激。中西餐，我们的中西餐两边主厨的实境秀，这样到时候大对决会变成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个特色。真的，嗯。而且每一次看都满天神佛的，然后我就不知道今天谁会被抽到，你知道吗？真的。翻到谁的牌，谁得上场，你知道的感觉。好，过瘾啊！过瘾过瘾。每个都在求一个复活的机会。真的。主要那个食材有限制吧？对啊。嗯。今天制作到底准备什么菜单，我们就这样子。对，其实现在外面很多比赛都是这样子，黑盒子的概念，就黑盒子打开，然后就几菜几汤，你就把它完成。所以平常对于这个做菜啊，对于料理的一些概念必须要非常通透哦。嗯，经验要够丰富才行。现场最后三秒，隔壁来，那要盛盘了吧？加瓶水，加瓶。我觉得可以了，差不多。里面味道很重要哦，锅子没有放正，你锅子，妹妹到旁边去。妹，你可以试一下味道吗？你让师傅试好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对，海鲜太多了。好，行吗？好，番茄，番茄。大也要快。该加的全部都要加喽，该组装都要组装哦，全部下。好好好，可以。全部，全部，快，干干净净，全下。一。辣椒，可以，辣椒，不要乱加。好，我们的第二阶段蛋料理，两边分别用不同的方式把蛋变成一个整体，让其他人来丰富它，味道完全不同。来，请上桌。刚刚你们已经在第一回合先吃你们的，这个叫做西班牙肉酱。复活红蛋，同样的我们就有大会代表啊，有节瓜哎，对啊，哦，蛮好吃的，蛮好吃的，真心的好吃，真的真的真的好吃。接下来是鱼香三色蛋，鱼香复活三色蛋，复活三色，复活了，好，嗯，好好吃，哇，你们蛋好好吃，蛮好吃的，复活，食品复活了，复活复活，辛苦了两边。很棒！哇，想打仗哇哇，这个真的好累，时间。目前2-0，再一票就赢了，再一票，再摘他们一颗星星，五战三胜获胜。哇，准备蛋料理，西班牙肉酱复活烘蛋，对上鱼香三色复活蛋，获胜的是1、2、3出牌。这位大会代表，你投到了西餐这边，为什么？虽然它的蛋料理只有用一个鸡蛋，但我觉得它的味道跟蛋，就是我觉得比较味道搭得起来，就是吃在嘴巴里面是就是融合在一起的感觉。对，然后这边会比较像是，我觉得比较像是两道分开的感觉。对，这边的中式调味让我觉得带微酸，加上它的甜味美乃滋跟这个酸的搭在一起。那个温润的感觉，马上把这个酸变成一个刺激味蕾的效果，所以在嘴巴里面很舒服。嗯，一直吃，不会觉得腻，不会觉得烦。嗯，但这边很 rich， 这边有那种欧姆蛋加上番茄肉酱的感觉。嗯，所以对我来说不难想象，但这边超乎想象，它给我一个很奇妙的味觉刺激，我觉得这非常非常好。而且是最主要这边呢，整个蛋黄酱的效果呢，它有乳化。虽然这边的蛋的感觉好像个体比较硬一点，可是融进来以后，它是很活泼多元的。嗯，
那么相对这边哦，上面的酱很好，你看完全呈现没熟的感觉，哦，这边就稍微比较要在意一点。那它这边中式的这个鱼香的味道呢，虽然说我刚刚在里面吃到有一些不相干的东西出来，没有，但我确信它那个是提味的，也因为有了它更显出精彩。没想到阿吉斯对蛋壳这么的褒奖，不然怎么办？在蛋料理这边恭喜获胜，总票数3-2。非常的可惜，恭喜西餐厅西餐部，我们的主厨西餐厅不得了哇，扬名立万，5战3胜，就在王子这边封王了。OK， 一票之差，恭喜西餐部得奖，冠军奖。我们的两种汤面，大锅、小锅和冰淇淋机都是你们的，恭喜获胜，恭喜。再拔一颗星星，5战3胜，这一战，今天的二厨，精彩的二厨，王子可以获得二厨奖，全套的面和米粉以及盐水铜奖。好的，今天的三位精彩的年轻人，帅哥美女，介绍一下你们的戏。我们复活呢，已经在每周六晚间10点台视，每周日晚间8点八大戏剧台，9点半八大综合台播出了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希望戏大家喜爱。好，谢谢各位主持人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大家还是要记得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。祝所有喜欢吃美食朋友天天都幸福。谢谢我们大观众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哪里？四大主食豪华料理秀来啦！奶香葡萄饭、海鲜米粉亲子冻，还是豪华海鲜粥、铁板麻婆鸡烩面，每位狼人杀高手能顺利来抢食嘞！这样组合起来其实挺好看的。好的，来，谢谢。哇，好厉害！奶香葡萄饭还带扁扁的。Jerry， 你可以。有刚刚收到还带扁扁的海带。好的，完成。哇！海鲜米粉亲子冻，他每次随便摆一摆都好像一注饼，很奇怪。啊，结束了，好美，4分钟哎，完成了吧？哇，好好吃哦，完成了吗？好完，铁板麻婆烩烩面完成喽！美食当前，众人玩游戏，花招百出，超爆笑。牛问水，牛舌饼讲过了，真的好可惜哦，牛舌饼讲过了。好可惜哦，好可怕！披萨，炸鸡不好玩的游戏奇怪，更多的精彩内容，请锁定《型男大主厨》。